来给油老表啊，给油，我不信的，你信不信他会掉沟里去了吗？你们不信，半夜越野主播，你说我吹牛啊？花家农场没去吗？没去，今天不去花家农场了，今天正式开始直播这个用快手直播越野了，兄弟们，花家农场的话，短时间之内不去了。来，兄弟们，老铁们，现在的话，我们这台牧马人呢是一台6寸身高啊，3000马力式的这个属于是中爆改的一个牧马人吧？啊，小爆改应该说是小爆改的一个牧马人哈，兄弟们，看这个老表会不会挑战成功啊？其实这个老表呢坐在车里面的情况下，他是看不得这个木头的任何状态的，看不了的。这个木头呢，对不对？刚刚和这个车的轮距呢是刚刚好的。如果说稍有不当的话，那肯定就是方向你多打了那么半圈，肯定100%这个车都会掉下去啊！掉下去的话，就这个该说不说的话就精彩了啊！来，兄弟们，咱们先鼓掌后欣赏啊！咱们看一下这个牧马人能不能挑战成功。好，给油，好，继续走，来。好，现在的话4个轮子都已经上了木头了啊，4个轮子都上了木头啊，还是非常厉害的啊。现在这个老表呢，我看到他哈、啊、属于是那种心不慌啊，也不忙的那种啊，不慌不忙，慢慢稳稳当当的在往前走。好，现在的话前轮已经安全了啊，前轮已经安全了，后轮的话方向得往右，方向往右，方向往右打，来，方向往右，爽哥，方对方向往右走，哎对，走，再打点儿，再打点儿，多打点儿，掉不下去，这样。再倒一把，倒一把，倒一把，倒一把。这该是不是？你听田哥指挥，田哥必须把你指挥，这个掉在沟里去。好，倒一把。哪里空调呀？夹不了，喊你倒一把来。哎，往后倒嘛，又倒回去嘛。倒回去，一来一回才是高手啊！他们说的。他说一来一回才是高手。关注都没得啊！你老表就是多，对对，老表就是多。来，兄弟们，直播间200人哈，兄弟们，咱们再上的人，兄弟们，今天的话，我跟你说，必须把这个爽十八爽哥，来，好，哎，哎呀，两个轮掉下去了，兄弟们，啊，兄弟们，两个轮掉下去了，我去，来来来，哎呀，这个指挥的太晚了一点点，应该他前头还没着地的时间就要叫他打方向，不然的话。